我现在头好痛哦，右脑过度。不是吧？他是吧？他好像好热哦，我头好痛哦。嗨，我是阿七，今天我们要来考验你的反应力跟瞬间爆发力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老人是一点信心都没有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《新西游记》？它这里面呢有很多很经典的游戏，然后这些游戏看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但其实爆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玩他们有一个游戏叫做两秒猜人名，看到图片的当下两秒内要讲出他的名字，是不是看起来很简单？我们今天分成两个阶段，第一阶段呢是我比较熟悉的韩星版，那第二阶段就是非常可怕的世界版，对，就是有各国明星出现，然后待会大家也可以跟着玩，马上开始。韩星版哦，好，金元素 ，yes， 开心啊，这金惠允，哦。欸，防弹这个一定要猜出来了，好不好 ？Defcon 有吧？我一跳两秒内吧。金不对，什么丹？朴素丹啊，超过两秒了。他是那个《寄生上流》里面的主角群之一。那我一直想到那鬼怪女主角，因为两个长超像的。驰骋，玩这个很像在玩心脏病哎、欸！我现在已经翘脚了。那个盛世云，这刚好一秒吧。叫什么？云秀晶，昙花红莲啦！哦哟，张度妍，是 ，yes。啊，安优米 ，yes。他们组了一个团体叫 Cell Five， 他超好笑的。啊，李弘基 ，yes。放小时候照片很过分呢、欸，可是没有变、欸，他真的没变，对不对？他怎么都长一样？那个才艺才那的妹妹，彩艺对彩艺吗？对不起，一集。啊！他真的好坏，这是那个吗？苏后吗？是苏后吗？但是我应该超过两秒。可是怎么这样？韩星马上就到这里嘞。我觉得我的反应算是中上而已。接下来世界篇呢，就是有点难度了，会有不同国家的人。Hello， 欢迎来到这个不能跳过的广告时间。因为我们今天讲到这个《新西游记》，他们有出非常多的周边商品。就是主持群的 Q 版贴纸啊，然后就充满《新西游记》各种经典场面的笔记本。我最近做 K-pop 百分百，真的超级需要笔记本的。还有这个可爱实用的化妆包，我觉得它的容量还蛮大的，就可以装一些文具啊、化妆品等等的。然后角色扮演这部分也有出徽章，还有这超级多款式，私心这个曹圭贤精灵这一款，还有这个手机支架，其中一款它会发光炫炮，它这一款呢是安卓手机专用的，然后安卓手机才可以发光。AirPods 耳机套，还有 Galaxy Buds， 它们居然也有出周边。你看这装上去超可爱的，这妙汉可以陪你一整天啊！就是以上这些东西，是不是觉得非常实用呢？那他们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呢？就是 G Market 这个网站，那它是一个韩国的网站，然后有中英文的界面，就是不怕看不懂。除了刚刚《新西游记》的周边以外呢，也有非常多的生活用品啊、化妆品啊、周边啊，都可以在上面买得到。相关资讯呢，我就放在资讯栏里面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进去看一下。我们马上回到游戏现场。好，世界篇。海瑟薇，哦、oh, yes， 第一题没有落赛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二题，你居然不知道他是谁？《冰与火之歌》的那个，我没有看过。就说我对那个美国那边真的很不熟，世界版真的好难哦。你是谁？是蔡希啊，难怪他长大那么帅。哎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小时候长这个样子。哦，怪奇比利 ，Bad Guy。我为什么唱成这样？噔噔噔。等一下，是这个名字。等一下，突然出一个日本的，我吓到。我现在头好痛哦，是正常的吗？我现在头好痛。哦，是莱德比特，我刚刚有讲到他哎。啊，那个《新垣结衣》挑这张真的是好，他明明就有很多那种非常。的那种，我现在头好痛哦，右脑过度，对，有点，这是真防弹少年，防弹少年致敬，我刚刚是走音的部分，防弹少年突然一个乡音，蔡依林，好可爱哦，蔡依林年轻的时候超可爱的，跳跳很好认得到，对，我也觉得，好，接下来，周杰伦，不是周杰伦，小雨。可是他们神韵真的超，他故意放在里头。好崩溃！我都说这个游戏会头很痛。我知道他，然后叫什么名字？
啊，小丑女，对啊，因为我最近有看到那个他们那个电影，这个是宋云画吗？这是小丑，这个很明显吧？我觉得我今天很老塞，我好像好热哦，我头好痛哦。就是长得很像那个跑跑跑向前跑，朴海镇吗？他是包海明吗？冲康我，这个绝对不是包伟明，下面有写还有下一页，不要，真的很好笑哎、欸，还有下一个吗？没了吗？没了。哦，我被刚刚中间搞一个哦，对不起，我今天这个游戏我可能有点吵，因为就是这个瞬发力的部分，然后我就是会有点亢奋，好难哦，这个游戏我现在头好痛哦。哎，大家猜出几题啊？在下面留言一下。今天的这个题目，我觉得有难到哎、欸、哦。好，今天的游戏呢就玩到这边。哎，我真的很好奇有没有人全对耶？因为如果要全对的话，你必须要熟知世界各地的明星，你才有办法全部猜出来。尤其还有很多长很像的人，你就是一瞬间会很难判断，而且只有两秒哦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的时间。刚刚中间呢，是不是有看到这个广告时间还不能略过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因为今天的干妈干妈就是 G Market 的部分。今天提到的这个新西游记节目有出很多周边，而且我真的觉得超级实用，在 G Market 上面都可以买得到。我自己还蛮常在 G Market 上面买东西的，因为所有韩国的东西在上面都有，日常的，然后生活用品，然后也可以在上面订专辑哦，对不对？迷妹是不是心动了？他们都是从韩国直接运来，非常的方便。今天的影片呢就在这边啦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。喜欢的话就记得按订分流啊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原创资讯。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戴眼镜哎、欸，好好笑哦，大家这样子认得是我吗？我就马上回到，不是，我就马上进行。不不，再一次。讲什么？没有，我在想啊，头。